这就叫佛法，觉悟明白方法。佛法是觉悟明白的方法，不是迷信。迷信是实都没有了，什么也不信，那信什么？它失掉了，失掉的智慧能力。因此佛有好多我们在家的道友们学佛的时候只能学皮毛，不能学深入。深入是达到呢，达到万法唯心，每一法都从心上起的，起的时候还归于心。这是我们华严经说，从此法界，法界就是心，心是法，法没的界限，法没的界限。咱们现在有男是男的，女是女的，大是大的，小的小，都有相对的界限。感到你无分别了，没有界限了，是不是笼统了呢？没大没小了，不是，它是大的像小的像，平等平等。贫富啊，受邀啊，贵贱呢、他都看成平等平等。随缘而起，随缘而灭，要达到这种境界呢，就修得修成了，那差不多了。那现在我们初发心，初信佛的人，那就因为一切法都是实有的，那佛像跟人像就不同，佛经上的文字跟世间的文字不同。因为大家都知道嘛，我们念心经的时候本来是般若波罗蜜嘛，在佛经上念波念药，那在佛经上他就不念波了，不念般了，不念药了，叫般若，就不同了。因此啊，在佛经上所有的文字跟世间我们一般的学的文字呢，那你得单学。好比你在佛经上看那罗，姓罗的罗，在佛经上念辣，是辣，因为它翻译的音不同。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你看佛经的时候必须有思传，你老师讲给你，你才能知道，不然呢还产生很多错误，很多错误。在初学佛的人呢，像我们这都是我们台湾道友啊，都大概他们都久学佛的了。我今天来给他们讲的主题啊，那不是我现在所说的这些个。我跟现在我们这很多道友出来的，我讲那个题目啊，没办法讲了，我就临时改了。我看人不同，佛说的法得对机，人听得明白，能够进入。那佛说法的不对机，说他做什么？说起人家不懂的话，我念个嗡嘛呗叭呗吽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知道吗？嗡二八的当啊，滴滴滴滴滴滴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懂。这就是密意，你不把它翻过来，不把它用解释解释，你不能知道。要是解释了呢，你也不能信入。为什么？现在我们这念嗡嘛呗叭呗吽的人很多，什么意思呢？白莲花。嗡嘛呗叭呗吽念这个咒是就是念白莲花。这白莲花你就不念了，我念白莲花干什么？不是嗡嘛呗叭呗吽你都要念，因为你不知道。所以这就咒。但是为什么翻译成白莲花成了个密呢？这就深了。白莲花是那个字意，白莲花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密了，密宗密宗啊。白莲花是现象，不是白莲花。形容它什么？莲花生在污泥当中，
但是他生出花来个又香又洁白，干干净净的。说我们人在这个六道当中，在这生死轮回当中很脏的，生出来佛果成了佛了，就在这个众生当中生成佛清净了，大家都知道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往下成佛了。你形容着你从他的字观想他的道理就深入了，那叫密。大家也能知道呢，嗡阿哄没有反你挂念，嗡阿哄是什么含义呢？身口意，就是你的身口意呀、啊。当你念这个嗡阿哄的时候，跟那个佛，跟文殊菩萨菩萨的那个智慧，跟那个地藏菩萨大愿，跟弥勒菩萨大悲，全合了。说你的身口意跟诸佛菩萨的身口意变成一个，那你越念越亲切，就是反迷成悟。说你不知道的事儿啊，你修行修行你会都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就是我上来跟大家所讲的，讲的什么呢？你怎么认知佛法？佛法是觉悟的一个方法，想达到这种觉悟，达到成就，把你一个凡夫变成佛，在生死当中流转当中，成就了不生死了。生死呢是现象，不是本质。它的本质是什么呢？不生不灭。佛的含义就是不生不灭。你能达到了不生不灭了，成佛了。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怎么样能达到？这要学法，法很多，法很多。但是从你的心里其中观，能观的是你的心，所观的是外头一些境界相，能观关于所观产生了一种智慧。在能观观所观的时候，中间产生一种智慧。当你观见事物观久了，认识事物的变化，变化，好比现在这花搁这儿，大家都认得，都看得很清楚。但是在变化过程当中，你不见得理解了。一个人呢，当这个人你最初看见他是什么文化也没有，什么知识都没有，他一旦学佛开了悟了，他什么都知道，那叫开悟，就是把无知变成有知。咱们这是右眼，隔一层纸你看不见了。当你右眼失掉作用时，变成天眼，你能看到斗笠天，你能看到夜幕天，看着天人做什么，这人间做什么，你也能看到美国纽约现在哪些人活动。那头几年，头那十几年了，我们在美国有个寿爷老和尚，他在美国回来坐飞机，在上海下飞机，哪些人接他？五台山的他一个道友，在五台山，他在屋子里头在那休息。后来寿爷老和尚到五台山去，他跟说，他说你呀、啊、几号几号从上海下飞机的，哪些人去接你去了？嗯，我都看见了。就是他在定中看见的，就是他的眼睛啊，能看到正面，也能看到你美国看到。为什么？这就修得了，得了没有障碍了，就通了，这叫通。通是指这个神，神识通了。
每个人都能起到这个作用。所以学佛法就是觉悟的方法，来这样理解它，它能产生什么呢？产生很多的你意想不到的用，能理解到。比如说我们这有很多道友去朝五台山，他看的是山，看的是石头，看的是土，他并没有认识五台山。五台山是黄金世界，你拿块石头是石头，你当不了黄金，因为你变化不了，没这个力量。在佛经上说，《华严经》说，释迦牟尼佛在印度没到中国，他就说中国有个五台山，不叫五台山，他叫清凉山。你到五台山看见清凉山吗？境界上，这是现实的境界。在西藏看见五台山叫日五在那，日五在那，名字不同，含义也不同。他看五台山是金色世界，咱们看你看土木三十。一个事物的看见认知啊，这看不是眼睛啊，说你的认识的能力跟人家所认识能力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你看得太近了，就眼前的财富啊、名闻啊、利养啊，你看不见更远的，离开这些个东西更有它微妙的殊胜的境界。说学佛教、学佛法，就达到这种境界，求什么呢？求智慧。那一般那么说，了生死。什么叫生死？就我先前跟大家讲的观。观，观的含义就是用你的思想来修。不是用眼睛看，修是什么呢？修了修了你，谁修了你呀？你自己修了修了你自己，把你那个心的想法，你那个见识，见识你看见的事物，跟人家看见的不一样，人家看见一个事物是幻化的。没有真实的，不必贪求，求也求不到。是你的，别人抢不去；不是你的，你保护不住。这是佛教所说的道理。让你信，就是信这种道理：信一切法无常，信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，信一切境界相是空的。信了而后能行，行了而后能证得，证得你就无奈了。无奈的含义呢，是没有障碍了，你什么苦恼都没有了，什么没烦恼也没有了。咱们佛教就讲的解脱自在，但是这种境界啊，达到的时候很不容易。达到了就是说真正的对你没有障碍了，你也没有痛苦了。痛苦产生着什么？说你心里放不下，患得患失。要没有这种思想了，那你心里头就愉快了，愉快了。现在嘛，跟我们台湾道友说几句啊，你们这个远离这个故乡，到他乡去奋斗，带你来这儿的经贸易的时候，有得有失，得了身心平安，你所做的事业顺利。失了的时候呢，障碍很多，障碍很多。但是现在
咱们北京的我还没听说，我到东莞，广东东莞啊，翻越樟木头、深圳，嗯，大都是在广东这些个地区的多。他们有时候是贸易不顺心，还有时候是自作业，没办法。什么叫自作业呢？自己做的，可能我们有些个道友会知道的。背井离乡，远离到大陆，人也生疏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。为了什么？就求发几个财嘛，求钱嘛，钱没有得到，而得到的什么？伤害。伤害是怎么来的？自己找的，自己找的。可能没有些道友晓得，一到大陆最初还很好，投资啊、贸易啊，赚了些个钱，那贪心就来了，说心花了啊。一次啊，就包二奶奶、包三奶奶就来了，这一来呀、啊，不但钱没得到，老命也出脱了。这个难见好几个。这些人，我以前曾经经过道友们介绍，研究研究他这个为什么，什么事都为什么嘛。有些根本没信仰，我不是说赞叹信佛的啊就好，不信佛的就坏。但是因为我们天天来在座的都是信佛的啊，我这讲感应，讲加持力啊。信佛，我刚才说的道理是理上，现在讲讲事。事是什么呢？我对佛、对佛教，我很信仰，啊，就是恭敬供养。我也受过三皈，我例如说遵照啊经上的教导，我念地藏经，或者念观音经，念菩萨，求菩萨加倍，有没有加倍？说我信了之后，究竟我能得到什么？成佛太目标太高了，我不想求那么高，我就请保佑我平安，保佑我如意。这不是没条件了，也得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你的心呐，得善良。不是我求发财就不管人别人了，你们的财富都归给我，这样就发不了财，生意贸易也不见得好。怎么样子平等心？我们三宝弟子有很多得到加持力还不认识不到。坐一个船上，那轮船翻了，掉到海里去了，摆渡，人家都死了，他没死，那不是报吗？一个大都市失火烧火，那竟是一烟雾爆炸物，是一趟盖，烧了三天，烧过来烧过去烧过来，中间有一家小房子一直没烧到，使人产生怀疑呀。记者到他们家去调查一看呢，问两婆媳，男的都死了，这是宣传啊，说出信佛的人。那家里有个小佛堂，大火的时候他梁摩西就那儿拜佛，那火在这飘过来飘过去。我记者调查，我是看着报上的登的啊，我没见到报纸上这么登，和研究他为什么没烧他们，因为他们梁摩西就在屋里头拜佛呢。你说佛法有加持没加持？
类似这些事儿，现在看的杂志上也有，看见那个灵感录上也有，增加我们对三宝的信心是有加持的。我自己是这个感觉，我自己也跟大家作证。我80岁的时候开刀的时候，隔那个直肠癌症啊，隔好了，医生跟我说活不到5年。我今年93岁了，活了13年了，也活了。本来是坐了几十年监狱，也该死到里头了，我也活出来了，也没死。为什么？要等着我跟大家讲讲呢。一切事物啊，它有我们想不到的变化。就刚才讲的，这叫佛的神力加持。类似这种事儿，那个灵感路上太多了。因为嘛，信佛有这些个力量，有这些个力量。这是我们一般的道友，像我上来所讲的呢，那是我们求的甚深了，求成道，求成佛。这是我的那个在五台山呢讲华严经的，华严的境界跟我们现在境界不一样的。我讲的是人间的，人间佛法，佛法在人间。在人间就是我们要依着他所教授的教导去做，我们就能得到他的利益，得到的好处。你不去做呢，也没有害。我不信佛，不信佛也不会给你增加点，说你不信我又害你一下，没这个事儿。你不信嘛，只是得不到加持而已。我们这里头有很多念地藏经的，当他念的时候得到很多的好处相应，不念呢也没因为你不念得到很多坏处。因为这次佛法平等的，因为为什么我们求呢？求佛菩萨呢？最后我们的道友多份要求吉祥啊，求如意啊，就消灾免难呐、啊。在生意上呢，不说发大财吧，要么生活都过得去，别亏本儿。千辛万苦的，从那个背井离乡来到这儿来做个生意啊，再赔本儿，再受伤害。那对我们佛弟子是想不通的了，不会的，绝对有加持的。今天我就跟大家讲这些个吧，临时解个缘，因为人也变化了，跟我想象的不同了。我准备的都没有讲，临时看情况讲。这叫佛法因缘生，因着什么缘呢，就生起什么法。好，谢谢大家。